请掀开经本第26面经文第五行啊，26面经文第五行最后这一首偈颂看起啊，寺院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于真妙化。这是法藏菩萨说出他自己宏愿之后，祈求感应来证明他所发的大愿真实不虚。这是一种啊稀有的瑞相啊，我们接着看最后这段经文。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宇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你看他的这个祈愿呢，刚刚说完，瑞相立刻就现前，感应如此之快啊，大地震动，这是说于无情众生啊，无情众生尚且受感动啊，山河大地都受感动，何况有情众生。那么这个地方经常跟我们讲的啊，六种震动，这个佛经注解里头啊常常说啊，这个六种啊是动、起、涌、震、吼、急啊，这个六种。动啊就是动摇，起啊是往上升啊，这个上下叫起啊，涌是从地面上啊涌现出来，吐出来，这三种啊是讲动的形状，后面三种啊是说动的音声啊，这个震，震是有音声啊，震动，吼是很大的音声，觉是令一切众生呢都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六种震动啊，岂不是现在讲的大地震吗？如果法藏一说一许愿呢，这个就发生大地震了，那是多少众生受灾害啊，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佛说法所谓是意在言外，你要呆呆看着经上这么说法，一文解义，三世佛愿，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含冤枉。为什么？你把他的意思解错了。你看开经记里面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许多人就是错解如来真实意啊，误解如来真实意，这个错误。那么这六种震动啊是形容，确实是大地震的这个状况啊，
那么佛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呢？诸佛菩萨讲经说法了，发宏誓愿呢，对人心的震动啊，是这个，不是地上真的动了。所以这个地是什么呢？应时普地，这个地是心地，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有感动啊，甚至于感动到痛哭流涕呀，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不可以望文生义啊，这是说一切众生呢深受感动。有情众生呢受感动啊，这是讲虚空诸天神啊，天神散化啊，羽化了，这是受的感动，欢喜赞叹啊。这个无情众生呢也受感动啊。那么这个感动啊，我们就要问了，我们居住这个地方有没有产生变化呢？有极大的变化了，可是我们并不会觉察到啊，不会感觉到地在那里摇晃了，不会的，不会这个感觉。这个地也起变化默默当中啊，改变这个地貌，改变地质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个说法诸位还不太容易体会，我再换一句话说，这个风水呀，转了。怎么转呢？这个地方啊，发藏比丘，这是发无比的大愿啊，感动天地鬼神呢，这个地理变了啊，所以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发藏是第一等的富人呢，这个风水就变好了。我们现在要改变风水，改变风水呀，不必请看风水的这些先生呢，不必请他们呢，从心地里面改啊，我们心地善良，这个居住环境风水就变了啊。外国人讲磁场，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啊，这个地方气氛呢跟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啊。谚语所谓是人杰地灵啊，这个地方人是豪杰，地它就有灵气啊。那么发藏比丘住这个地方哪有没有灵气？那灵气达到最殊胜了啊，震动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那么至于更深一层，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人起心动念呢，会感动天地鬼神，会感动啊植物矿啊，这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植物和矿物。植物是树木花草啊，矿物是山河大地呀。为什么会感动？一般说感动人，我们能想得通；感动天地鬼神，勉强也可以同意。天地鬼神也是有情众生啊。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怎么会受感动？这个道理就深了。
可是并不难懂。你看看这个培养花草的这些人，他对于这个花卉也确实有爱心啊。他培养的这个花就开得特别好。我们可以模仿他。你每一天什么时候浇水，水浇多少分量，什么时候施肥，肥施多少，我们可以如法炮制。一点都没有差错，我们养出来的花就没有人家漂亮。什么原因呢？他有爱心，我没有爱心。由此可知，植物也有感情啊。不但植物有感情啊，再告诉你啊，矿物也有感情啊，山河大地都有感情。那我们读华严经，你看看华严经里面有树神。有花神，有山神，有水神，有河神，有江神，由此可知，一切万物无不通灵。究其根源，佛说得好，设法界一真庄严，一报是我们的身体，这个正报是身体，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本是同根生啊，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他怎么会不受感动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纵然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儒家讲慎独我独自一个人没有人见到我们起心动念，一切动作都会与设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这种感应，用现代科学家的话来说，我们不难体会，这个感应叫波动。近代的科学家，他们认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不是实在的，这现象从哪里来的？都是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说法跟大乘佛经的就非常接近。的确，波动现象啊，我们起个念头啊，思想波，思想波的速度非常之快，一刹那之间呢，就变虚空法界，比光的速度，比电磁波的速度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啊。我们的言语音声，我们的动作都有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是属于物质的波动的现象，速度比较慢，纵然是慢的还是变虚空法界。我们要明白这个理啊，从理上啊，我们就能够相信这些事实真相。
这个不是假的。那我们一念善，与一切诸善相应，起感应道交。我们一念恶，就与虚空法界妖魔鬼怪恶的起感应道交。我们这些年来，在许多国家地区接触很多的同学们，同学当中有被是无形附身，看不见的东西附身，精神萎靡不振，不能工作，不能读书，受一种无形的控制。这什么原因？无形的，实在讲，就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啊！过去今生跟人家借的这些冤结，这个人躲在恶鬼道，大概是恶鬼道的成分最多，地狱道他出不来。凡是被这个无形缠身呢，多半都是恶鬼道。很多，为什么会是惹鬼上身呢？要说冤亲债主这个业因，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这一生没有得罪人，你前生曾经得罪过人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啊，这个冤家债主不知道有多少啊。为什么你现在这个冤亲债主没找到身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你正在走运的时候，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光明遍照啊，他不敢接近。另外一个原因呢，没有缘，就没有机会。你这个人呢，做人很善良，心地很正直，这些人靠不了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冤亲债主在你的周边等待机会，这是肯定的。等待机会，你什么时候有一念不善的话，哎，他就来了。佛教的同学们有不少啊，你们喜欢拜忏的啊，你们曾经拜过三昧水忏。三昧水忏的故事是唐朝悟达故事，这个也在过去生中啊，没有学佛的时候啊，给人结了冤仇啊，他害死一个人啊，这个人的这个报复的心很重啊，时时刻刻在他的周边想着来报仇啊。到第二世啊，他总算是不错，积了不少德行啊，他有得人身。得人身的时候出家了，所以他这个冤家没有办法报仇
等啊，出家修得不错，居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死了以后来生又得人生，又再出家。所以水忏里面讲啊，涉世高僧啊，到第十世还是出家身份，这才做了过失。于是我们能想到佛门里面这个出家人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不是一时修来的做帝王师十世修成的悟大过失十世修成的。佛法里面讲啊，积功累德，生生世世都有善行。在我们想象呢，他也是运气不佳，为什么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他要专修净土的话，早就往生做佛了。他修禅，修禅就不能解决问题啊！这很明显呢，我们要知道啊。古时候还有个三生石的故事，很多人都了解。学禅很难解决问题啊，来生的人生可能的十世高僧没问题。要想脱离六道轮回不容易啊！三生石里圆策法师临终的时候在哪一家投胎，他都知道。他在投胎在做人呢，他知道啊。你看看那种功夫，要是换到念佛往生，品位很高啊。这就是什么呢？语言不成熟，你说多可惜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多少菩萨想得到这个法门得不到啊！得人生闻佛法，在闻佛法里头遇到净土法门，遇到这个法门，换一句话是保证你这一生成就了。冤亲债主，你看等了十世啊，悟达这一生当中啊，这是大概是十世啊累积的善行不少啊，累积的这个善业功德啊，这一生当中做了帝王老师。皇帝对老师很恭敬，供养了一个丞相宝座，我们讲太师仪啊，皇帝送个太师仪给他，这个太师仪是丞相调的，你们晓得丞相多么名贵啊。那么他接受这个宝座啊，共高我慢的念头升起来了觉得感觉到很荣耀啊。好，这个念头升起来了，起心动念，这个念不善的护法神厉害了啊！这个冤家债主看到机会来了，护法神一离开，这个冤家债主找到身上来了，得了个人面疮，几乎要送了命多亏呀，迦诺迦尊者，这是个阿罗汉，来救他，帮助他调解，说明过去的冤结化解了这个劫难，
慈悲三昧水忏是这么样留下来的。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警惕啊，去拜忏，拜忏有什么功德？照着仪规形式去拜没有用啊，不能解决问题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从慈悲水忏里面认识业因果报之可畏呀，决定不能跟一切人结怨仇。这个是拜慈悲三昧水忏真正的第一真实的功德。过去这些冤亲债主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债，不能说不还。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成佛了，为什么还要过那种简单、朴素、清苦的生活？为什么？为了还债呀！自己生生世世累劫所修的功恨，都回向给法界众生，回向跟过去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看到他这样的苦行，不但不找麻烦，佩服。他是不错啊，修集的功德回向给他，冤亲债主也沾光了啊。这个是正确的心态啊，正常的行为啊，真正修行。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法藏比丘，你看看法藏比丘自始至终有没有为自己四十八愿呢？愿愿为众生呢，没有一愿为自己啊。他所修的是纯善，真的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他是一丝毫不善都没有。所以他要求天地鬼神、山河大地现瑞相啊，为他做证明。那么这个愿果然就感动天地鬼神，果然就感动山河大地啊，现瑞相来给他做证明。证明是不是为他的？不是。如果为他，他还夹杂私心。证明是为大众啊！让我们这些凡夫看到这个瑞相，对他老人家所发的愿生起真正的信心。绝不是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这个念头是错误的。我们看唐朝钟南山道宣律师见奎西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炫耀自己。所以你看看这些过去这些公案因缘，会给我们开智慧啊。奎西大师法相中的
开山祖师啊。法相虽然是玄奘大师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在玄奘手上并没有建立宗派，是他的学生，窥基是他的学生，从学生手上建立了一个宗派。这大乘菩萨了。那么玄奘这个窥基，他的风格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像是个学者。而一般出家人看起来他不像修行人，他是个学者。为什么呢？不太重视戒律，不太重视仪规，不像一般修行人按照戒律是一点都不敢违犯。窥基大师很随便，也很随缘，不太讲究这些。终南山道宣律师专门是学戒律的，所以他是律宗的祖师。中国大乘佛法八个宗派，律宗的祖师。那么窥基法师今天上山来访问他，来看他，他正好是想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窥基。道宣戒律精严清净的，感得天人供养。他日中一食，他这一餐饭是天人送来的，每一天天人都来送供养给他。所以他就想的是把这个窥基法师多留一点时间，让他看到天人送供养给他，那炫耀一番。哪里晓得那天天人没有来，他很失望啊。到第二天天人来送供了，窥基大师早已经下山了，他就说他，你昨天中午为什么不送供养来？天人告诉他，昨天有大乘菩萨在山上，满山的护法神啊，我进不来啊。道宣律师听了之后一身流冷汗啊，惭愧啊。这就是什么？你心里的夹杂着一点点不善，感应就没有了。决定不可以为私心，不可以有炫耀自己，就是教导众生也不可以有一丝毫炫耀自己，这是错了，这夹杂不善。祖师这些行仪，我们在当中观察，我们得到教训，我们得到好处啊。劝导对方呢，也用真诚心。用诚敬啊。什么叫诚呢？谦虚是诚。儒家对这个诚解释，自谦为之诚。自己要谦虚啊。尊重别人，这叫敬。诚敬决定不能离开。孔老夫子对初学不离诚敬，这圣人之德了。我们在经教里面去看，释迦牟尼佛对初学的人，
对世间贫贱之人不设成见，都给我们做了榜样，做了模范了，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轻慢他，岂不就是轻慢佛性？这怎么能讲得过去？儒书里面对沉静两个字是这个讲法的。过去曾国藩在读书笔记里面他讲的这个沉呢，比儒家讲的深讲得好那么我相信呢，曾先生呢必定也念过佛经，接触过佛法，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有这种解释他的解释沉一念不生是为尘，这个跟佛法讲的意趣相同，心里头有念头就不沉了，心里面没有念头啊，这才叫尘，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呢，叫正念。这佛经上常讲，正念无念啊。可是我们又不能把意思错会，无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那又错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就变成无想定了。无想定是外道，不是佛法。佛法讲正念无念呢，就是无自私自利的念头。你要懂得这个，无念是无邪念。什么是邪念呢？自私自利是邪念。般若经上讲得好啊。我人众生寿者就四相啊。你对这个还有执着，有我有人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微细的分别执着都是邪念。正念是正念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更究竟，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呢，就是念头啊。这种分别执着的念头都没有啊，哪里还有样子呢？像是个样子，连念头都没有，他起心动念呢，都是为一切众生，这是正念。法藏比丘前面四十八愿，正念啊，这叫无念，无一切妄念，决定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念念为众生呢，这叫正知正见。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所以无念不是连正念都没有啊，那利益一切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你也会得一个果报，这什么果报呢？变成一块大石头既不自利也不利他嘛你就晓得石头从哪里来的，石头就是这些人。所以法藏大发这个大愿呢，石头也感动了。道理就在此地。由此可知，唯独佛法对于宇宙之间呢
一切理事因果现象啊，讲的确实透彻啊，真的帮助我们开智慧啊。幕后这一句啊，天宇妙化，一散其上，这就是虚空诸天神。天神常常有，我们常常遇到。同修大概有不少人都有这种经验。或者你在家里，或者你在野外，特别的是在教区野外，我们静坐一个地方，把心定下来，默默地诵一部经，或者在那念佛号，你忽然闻到有异香吹过来，而且这个香气啊，可能是你一生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我有过这个经验，有过很多次，许多同修都给我讲过，都有这个经验。这什么原因呢？天神。天神身上有香气啊，他看到你端坐在那里诵经念佛，他看到对你致敬啊，他暂时在那停当，他合掌给你致敬，这个香气你会闻到。许多同学都有。我有一年在美国达拉斯，晚上有几位同修在一起讨论佛法，忽然闻到异香，四五个人同时都闻到，时间大概有三四分钟这么长，他们遇到这个事情，第二天到我们小道场来找我，把他昨天呢遇到这些异常的事情呢告诉我。我说你们在讨论佛法，也感动天神，站在那边听听啊，欢喜供养啊，他用这个香来供养。那在野外不是在家里，绝对没有人烧香，所以这种事情常有。那么此地比这个香呢还要殊胜，天宇妙化，从天上落下来的花了，一散其上，不但有花，还有天乐，空中啊有音乐，自然音乐，不是人演奏的。不仅是有音乐了，还听到有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是天人赞叹。肯定的，无上正觉是成佛啊！这些义正庄严，都是诸佛菩萨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的。
让我们这些凡夫看到这些事实真相，对于佛法升起信心，升起仰慕之心呐。那么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善根发现，所以你才能够接触到这些瑞相，让你看到，让你听到，你的觉闻、见闻、觉知能接触到。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面，这个幕后总结这一篇经文的大意，他是法藏菩萨发普度众生的宏愿，立刻就感得殊胜的瑞相，这个用意非常非常之深，我们决定不能对这样的经文含糊笼统就看过，那怎么能得佛法受用？一定要细心思维啊，冷静地观察，体会啊其中的意趣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们自己有佛性的，我们佛性被物欲蒙蔽住了，所以自己的佛性透不出来。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以种种方便来启示我们，来觉悟我们，我们也懂这个意思啊。我们得不到佛法的启示，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佛经上常常讲啊，八苦交煎啊，这个人世间有什么意思？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古代的社会活着还勉强可以过得去啊，社会风俗淳朴啊，每一个人还能够讲仁义道德啊，还有这种观念。现在没有了。过去人与人之间往来多少还有点道义呀。连做强盗的人都还讲道义。道义有道啊。他也不随便杀人抢劫。他多半选择哪些人抢劫呢？为富不仁的人家，这是他抢劫的对象。你虽然家里发大财，你是个善人，你常常能帮济社会，周济穷苦，这个盗贼的时候绝对不犯你家。那他有他的道啊，你是个好人啊，他对你很尊敬啊，
你不是个好人呢，他就要抢劫你啊！啊，那个小偷也就会偷你啊！你是个好人，那小偷都不会偷你的。现在人没这个观念了，啊，现在人只有利害，啊，我们观察现在人是争利纵欲。这社会还得了吗？纵欲这个社会决定腐化了，糜烂了。争利到最后啊，这个竞争到最后啊，决定是流血战争的。天灾人祸怎么能避免？我们从报纸、从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全世界天灾人祸的频率年年增长，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你在一生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得住的朋友，知心的朋友？没有啊，再好的朋友都打了好几个问号，靠不住啊。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找不到，你说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个时代？佛说得好啊，业力感召啊，我们跟这个时代众生有共业。也就是说，过去生中我们曾经跟大家干的差不多这种不善业，所以到这来说，到这来受报的，来受这个果报的。不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受这些苦难不甘心不情愿，怨天尤人，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于是我们也甘心情愿了，没话说了，自作自受吧。可是我们非常幸运啊，总算是过去生中有很深厚的善根，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就有救了，就能够转变我们的业报。怎么转法呢？法藏比丘在此地示现的最好的方法，从根本上做一个大转变。没有闻到佛法之前，我们都是一样，起心动念哪个不为自己啊？谚语所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都为自己啊。其实这一句话我在香港的时候，侯守信曾经问过我，我告诉他这个话是错误的，这个话是误导我们的方向。恰恰相反，人要为己呀，天诛地灭了。人不为己，诸佛赞叹，龙天拥护啊。所以那句话说错了，说颠倒了，误导了众生。
你看看法藏比丘，他教给我们，他那个念头转掉了，180度的大转变，念念为众生，一切都给众生做好样子啊！起心动念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好样子，言语是言语的好样子，生活是生活的好样子，工作是工作的好样子，应酬是应酬的好样子，点点滴滴都是法界一切众生的最佳榜样，所以才有这样明显殊胜的感应。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要学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没有白读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醒悟过来了。黄念祖在注解里面引用彭济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一段解释，解释得很好啊，很精彩啊。他这个文呢揭露在此地，我们念念：一切佛土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离，这一句话是总纲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信得过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说，但是佛说的简单。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只说了这么一句啊，他把这一句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啊，一切佛土，这个就是讲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了，是由一切众生心想而成的。但是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佛土，佛土是净土啊，诸佛如来所住的报土，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啊，净土五经都叫做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这是佛土啊。佛土从哪里来？是一切众生的一念清净心变现出来，所以才说心净则佛土净。上一次我们在回教啊，皈依协会也他们有这么一个组织啊，邀请我跟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他们曾经提到这个问题，基督教、天主教讲天堂，回教讲天园啊，天上的花园叫天园。我们佛教讲极乐世界啊，这一位回教的朋友问我，他说在哪里？我告诉他就在此地啊，真的不是假的。你如果
恢复到一念清净，你就见到了，就在这里，不远呐、啊。你一念的染杂，你就见不到了。我说这个话不太好懂啊，很难体会。我举一个比喻，现在一般人家里都有电视啊，你们每天都看电视，你们知道电视的频道很多啊，无论哪一个频道都是这个电视荧幕的画面，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跟天元呢是不同的频道，同在一个画面上。我们的心不清净，看到的是什么？娑婆世界的秽土啊！如果恢复到一念清净心呢，我们这个画面上立刻就恢复到净土、佛土。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你比较能容易体会到啊，有没有净土呢？有没有极乐世界？有没有天元呢？肯定有。啊，我们决定相信。啊，如果从科学方面来讲呢，更容易使我们相信。科学家今天发现，肯定空间是多元次的。啊，所谓是由二度空间、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从理论上讲，由无限维次的空间，这是科学家肯定的。那么什么是天元？什么是天堂？什么是极乐世界？如果你把所有维次的空间突破了，天堂就出现了，极乐世界就出现了。佛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一真法界就是把所有不同维次空间全部突破。现在科学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想用科学技术来突破，这个不容易，非常非常艰难。为什么呢？不同维次空间怎样形成的，他不晓得。佛清楚啊。怎么形成的？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所生的。于是佛就晓得如何把空间突破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破了。一念清净心啊，虚空法界是一佛土啊，这个一佛土啊就是一真法界啊，就是华藏，就是极乐，就在当前。修行人证果了，证的什么呢？他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心目当中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他真的清净国土啊。他眼目当中看大地众生，就像本经所说的一切皆成佛。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一切皆成佛呢？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在啊，
学佛没有别的，叫我们看破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之处。什么叫看破呢？事实真相彻底明了通达，叫看破了。看破放下之后，我们的生活自在了，得大自在啊。佛家讲的离苦得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有一切苦呢，全没有了，烟消云散，你得的是真乐。离苦得乐不是形容词，不是勉励我们，是事实真相。自在是自受用，那还有很多没有觉悟的众生，我们还跟他在一起共同生活，也生活得很愉快，随缘。随缘是什么呢？普贤菩萨讲的十愿就是两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随缘啊。随缘就是功德。什么功德呢？在随缘里面不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功德。随缘里面不起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这是功德。我们同学要多想想修行怎么个修法，你就知道了，用不着问别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归纳起来，不外乎对人、对事、对物都要随缘。不可以攀缘，攀缘是我想怎样怎样，那是攀缘。随缘是别人想怎样怎样，我没有想，我不想就自在，你就快乐。我要想怎样怎样，要别人随顺我，那你就苦来了，障碍就来了，你就又迷惑了，又退转了。我能随顺别人，随缘不变，不变什么呢？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决定不起分别执着，这个不变。那么你过的生活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生活。这个是世出世间最幸福最圆满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参透了，懂得了，我们也能够不是他们专利。愿不愿意过这个生活，全不在别人，在自己，就是自己肯不肯放下。放下就是诸佛如来，就是化身大士。我们要深明这个道理，自己彻底放下之后了，就再提起。提起什么呢？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为众生活的啊！
自己已经解脱了。所以穿衣吃饭都是为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迷的时候穿衣吃饭为我，为自己啊，觉悟的时候穿衣吃饭为众生。这些大道理都在经教当中，我们读要能够参透啊，从佛的言语，从佛的表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他接着又说：“说法藏大师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开显当人本有心量，令至净土啊，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何以故？自性空寂，立诸恶趣。盆济群居士确实了不起。这几句话，若不是过来人，说不出的呀。这是一位在家菩萨了，他是清朝乾隆时代的人，他的父亲官做得不小，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要用现在的官位来说呢，就国防部长，所以他是高干子弟。人非常聪明，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弱冠就中了进士，弱冠是20岁，进士是当时最高的学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进士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举人呢，相当于硕士学位；秀才相当于学士学位。古时候也有三个学位，称作秀才、举人、进士。那么年轻就拿到这么高的学位呀？在古时候我们看到能够考取举人。运气好的就可以分发你去当县市长了，做地方官员了，地方首长了，那进士地位就更高了，进士头一名，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探花，第四名以后通称进士。这个人善根深厚，家庭环境好他生活没有忧虑所以他没有做官，虽然考中进士没做官，他学佛造诣很深，他有一个无量寿经戒教本现在在无量寿经9种版本有他们这个特别本子他是看到康僧铠的本子太繁杂，把它删减成为一个记录的本子看起来确实
十方便。那么他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做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呢，就是他自己的借本，从康僧铠这个本子删接而成。那么在晚近，民国初年，丁佛宝居士啊做《无量寿经》的前注，就用他的借教本。这是被近代的一个人呢采用，由此可知他这个本子相当有价值，但是他只是一个本子的结交，没有参考其他的原译本，所以他不能算是汇集。对于其他本里面有许多教义康本里头所没有的，当然他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本子虽然好，这个义理不圆满。所以下莲居居士才发心重新来汇集。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本子汇成。我们对这个本子一定要有信心。绝不能够说是人云亦云，那我们自己错过了机会呀，太可惜了。我看到这个文字，生大欢喜心啊！在《无量寿经》这个其他的八个本子里面，我或接着看这个本子好啊。越看越欢喜啊！同时得到我的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给我印证，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他自己讲过一遍，很用心的写上注解，很简单的眉注，这个眉注本子现在在我手上。也有不少同学见过，我们今天传这个本子是有师承的，批评的人有，回报的人也有，我绝对不会被他所动，我要被这些外面境界动摇了，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老师教给我的，我对老师有信心。这是古人讲的师承啊！我要舍弃换另外一个文字，你要晓得，将来后人呢，对我的批评呢，净空法师背死叛道，我会背上这个罪名啊！今天别人对我批评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将来后人给我写的净空法师尊师重道，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状况呢，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彭继清这几句话讲的实在是好。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法藏比丘发此宏愿，是指前面第六品讲的48愿。以及这一品里面的十首偈颂，这十首偈颂是总结前面的大愿，目的何在呢？无非是帮助众生破除妄执，妄是妄想，执是执着，正是华严经出现品佛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帮助我们破除妄想，破除执着。这个经跟华严合起来看，你一看多有味道。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诊断出来的毛病在哪里？这个经是用药。哎，那你诊断出来这个地方药到病除，你一看看多有味道。啊，所以这个话也是彭继清说的。彭继清讲啊，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这个话是他说的。啊，佛说阿弥陀经呢就是小本华严。他把无量寿经、弥陀经跟大华严经呢看成一部啊，一部经呢分量这个大中小啊。这个看法正确。我们听到之后完全同意，非常佩服他这个看法。不但呢本经帮助我们破除妄想执着，更精彩的是帮助我们开显本有心量。这一句话要重视。我们众生可怜，可怜在哪里？心量太小了。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佛与法身大士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心量啊。我们今天做苦恼众生，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就是你本来你的心啊是包太虚空周煞界的啊，煞是恒河煞的世界，现在把这个心量搞成这么小，一个人都不能容，夫妻两个还要吵架，你说有什么办法？你说你的心量多小，心量小的人可怜呐，烦恼多啊。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你看人家心量多大。我们要学啊，所以我常常勉励我们学佛的同修啊，我们要帮助别的宗教啊，你心量才大啊。我们是佛教，他是基督教，我们不能跟他往来，那你的心量永远那么小。我们要把心量拓开，包容基督教，包容天主教，包容世间所有不同的宗教。这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列的这些参与发挥的大众，我们看到了虚空法界一切不同故土的人，不同族类的人众生，不同宗教的众生，通通在一起聚会，听毗卢遮那佛讲经说法。毗卢遮那化身佛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这些事实真相，学佛就在这个地方学。我记得
我在早年，这个大概也有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我在灵济寺出家不久，大概出家，我在灵济寺住了三年。有一位台湾大学学生，来看我。他念的是政治，来问我，他的这个志向是要从政，问我应该如何去从政，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现在学佛了，不搞政治了。对政治方面这些书籍我从来都不看了，过去是曾经看过，现在不看，专心搞佛教教育。不过你既然有志于政治，我可以奉献你一句话，值得你做参考。我跟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市长，做一个成功的市长，好市长，你的心量啊，要能包容这一个市。你也可以做个很好的市长。如果你做个好的省长，你的心量要包容这一个省。同样的道理。你要做个国家的领袖啊，你的心量要包容全国。你要做世界领袖啊，你的心量要包容全世界。他听了我的话，他非常感激。就来看我没有白来。你回去首先把心量拓开。佛之所以伟大，过往比不上啊，世界领袖比不上啊，佛的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那你才能包一个地球算什么？太阳系还没包进去了，银河系还没包进去了，佛的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我们不能不尊敬啊。太伟大了。所以一定要开拓我们自己本有的心量。本有的心量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然后要叫你明了净土是法性本然。这个法性本然实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净土就在现前，只要把空间维次突破，空间有维次不正常啊，这个空间维次是从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虽然是假的，你不能突破，你决定受它的障碍。所以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空间维次突破，恢复到净土恢复一真法界，恢复一佛土这是法性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
它是永远不变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你修行从外面得到的。啊，下面他说出理由是何以故呢？啊，自性空寂，立住卧趣。这个卧趣是讲十法界，不但三卧道是卧趣，六道是卧趣，十法界还是卧趣。啊，用于科学家的讲，只要在空间维次里面，无论你维次多么高，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属于卧趣。啊，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这叫一真法界。啊，清净本然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就像佛在《一切经》上所说的，自性妙圆，微妙圆满，没有丝毫欠缺，具足相好，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圆满的，这是能力，你的能力是圆满的，相是相好啊，相好也是圆满的。三种圆满呢，就叫大圆满了，无不圆满。那么这个境界就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讲的无障碍的法界。他说了四个。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这是真的，所以这叫大自在啊！我们今天动不动都有障碍，这个障碍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啊，你不离妄想执着，你的障碍不能断除。没有法子化解，所以佛清楚，了解一切众生病根在什么地方，病源怎么发生，真的叫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所以这是一门非常现实的学问，非常有用的教学，学了立刻就用，就得受用。我们今天看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教育，不能跟佛教育比啊，这个学了立刻就得受用，就得好处。所以民国初年欧阳靖吴大师讲得好啊，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不能不学，不学不能解决问题啊，不学不能利苦啊，你学了这一套理论方法，你就有能力利苦得乐。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他给你把他这一段话都记录下来，在这个本子里面，后面讲自性无碍，现六神通，这是讲的恢复能力，恢复德能。自性无住，不可断灭；自性无作，无有限量；自性无外，如风广蔽；自性无内，如镜普现；
都是属于我们一般常讲的万德万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圆圆满满的，丝毫没有欠缺。自信光明如日普照，自信平等如相普熏的。这是说智慧。你看讲了这么多，总结自信本具的智慧，自信本具的能力等等，自信本具的相好，总结在这三方面，样样具足啊。菩萨示现应世，就是恒顺众生的自信。这一句话提示得好啊，众生作恶，我们也跟着作恶吗？不可以啊，那就完全错了。佛家里面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众生要做坏事，众生想杀人，你跟他一道杀人。众生想偷盗，你帮助他偷盗。那你随顺呢？这就错了。这样就什么呢？叫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你看，慈悲是本，方便是门，为什么又说祸害下流呢？这里面就是你随顺的是众生自信，这是善的，这就是本，这就是方便。你要随顺众生的烦恼，随顺众生的恶业，那你就是祸害，就是下流。不能不辨别清楚。随顺是智慧的随顺，理性的随顺，不是感情的。感情的随顺，人情的随顺，没有不坏事情的。我们学佛要明这个道理。自信本具的，我们常讲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要随顺这个。真诚的反面是虚伪，清净的反面是染污，平等的反面是傲慢嫉妒，正觉的反面愚痴，慈悲的反面自私自利，那个不能随顺啊！我们要懂这个大道理啊！庄严国土是要随顺、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才是庄严国土啊！所以，纵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每一愿就是众生本具的智慧德相。由此可知，还是以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庄严诸佛净土。心土不二啊，因果同时啊。理事不二，所以他感应这么快愿才发完，
祈求瑞相，立刻就现前。道理在此地，这个里头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啊，所以空中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一丝毫的疑惑没有。你看这个句子多肯定。那么这个赞叹，说实在话，并不是赞叹给法藏听的。你要是这样去会呀，你就把意思错会了。这个赞叹给谁的？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的，哦，要这样的修行，决定成无上道。这个赞叹就是诸佛如来、龙天善神在劝我们修净土而已真正的意思在此地不可思议的因，决定得不思议的果报。因缘果满，这个法门念佛是因啊，成佛是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成佛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到最后要成佛的时候了，通通归念佛法门这是我们在华严上看到的华严经上经文上讲得很清楚，舍利菩萨，这是华严经到了高层了，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摄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十是初地，宗是等觉，十一个位次，这十一个位次修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念佛就成佛嘛，念菩萨就成菩萨嘛，这个不就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念什么就变现什么现在是七月，鬼门关开了，鬼都出来了所以你们很多人常常梦到鬼梦到是家亲眷属机会就多了为什么呢？求你帮助超度你要是梦到家亲眷属，在七月之间超度法会上给他立个牌位，他就是来求这个的我们要懂得要帮助他，这是地藏经上说的你们念地藏经应该晓得来求帮助对吧他为什么不求别人呢？别人不到居士林来，他求他没用处你们肯到居士林来，他求你有用你就要帮他这个牌位我们听经读经给他回向
为什么到鬼道里去？他念鬼呀，他就变成鬼了。那他谁念鬼呀？虽然没有念鬼呀，他实质上念鬼，鬼是贪心，他天天想着贪，贪就变成鬼。所以念贪就是念鬼呀。念嗔恨、念嫉妒，那是念地狱，很麻烦的，不可以呀。我们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念佛，虽然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呢？念真诚，念清净，念平等，念觉悟，念慈悲，这就是念佛。你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你决定往生。如果口里头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念诸阿弥陀佛阿弥陀，一天念几十万声，心地都是虚伪的，见人都说假话，没有一句真话，心里头不清净不平等，不能往生。古大德讲得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你念佛是形式上念佛，你心不是佛。念这个字，诸位看清楚啊，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念上面是经啊，下面是心啊。是说你现前心里头有佛啊，那叫念佛，不是在口上。换一句话说，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叫念佛。佛是什么心呢？佛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有这个心，你念佛就没有中断过。佛是什么行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是佛的心。我们心是佛心，行是佛行，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这一生就决定做佛。所以这个总结意思很深很长，他真正在此地劝我们在无量法门当中选择净土法门。选择净土法门之后，要像法藏菩萨这样信如啊，从这里升起信心呢，从这个地方入门。我们不需要修三大二僧祇劫，我们这一生呢圆满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完这一段。